的话，原来人不是被我去了。嗯。好像他的有809就可以自己拐了。租的343，然后再租65了。343。嗯。其实那边有809。嗯，我们那站没得呀。有啊，就是那个那里，那边，就是那个龙城什么路啊？龙腾路。啊，那里好像有809。哦。你说这是全部漂了之后，然后留还是可以最后的？你下面的头发是，它是你以前做就做的，它全是这种绿色的，还是做起来颜色可以这样？嗯，是染的栗棕色。嗯，它的小头发啊，它是染出来本来是那种有点红嘛，然后褪了就是那种黄色。褪了的。你的照片看起来好白，本来就比较白，雪白，照片看起来更白了，看起来好呀，好白啊。家是哪里的？嗯，巴中。巴中。嗯。对，我看你电话号码都是没换号码。嗯。你那头发你自己剪还是理发店给你剪？你那剪这么短。自己剪。自己剪，你为什么把那个地方剪那么短？我们开的时候尽量说普通话啊。嗯。他们听不懂，他们那都是外地人。他们看我们在说，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。你还在上学吗？嗯，实习。实习。是分在这边实习，还是上学是在巴中那边？嗯，我就在成都上学了。哦。把耳发都剪了，两边都剪了。